12月的生活 vlog 就从冲绳开始，然后我现在到冲绳了，我现在在一个outlet 里面，但我不知道这怎么讲，反正就是一个 A 什么开头的，对，然后我坐了快一个小时的公车，坐到公车上面最后都没人了，所以我在上面一直睡，好久，大概一个小时多吧。然后现在在吃我的第一餐，就是南蛮鸡唐羊。对，因为我今天搭乐淘，然后就没有买东西吃，超饿。也蛮好吃的。哦，这是冲绳，没有什么景点，我只是买，然后吃，睡，我就回去了。因为今天真的太累了，然后昨天下班以后到搭飞机程。我大概只睡了3-4个小时，也很累，所以应该等下晚上不会逛哪里吧，就赶回去补眠，这样。日本的咖喱真的很好吃哎，还不错。然后等下就去逛街之类，但我也不能买太多，因为我这次只带了一个我平常上班用的背包。所以是我不能买，没有办法买太多东西，不然我就要再买个袋子。对 ，OK， 那我就先吃饭，我们等下聊。我现在在等车，我在等125，就是前面那一班，然后这班错过就好像要再等很久。然后刚才来的时候坐了一小时。我现在在这个 outlet， 这个 outlet 真是非常的棒，推。照例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房间。我这次住的是一种比较公寓型酒店的，然后它在木质车站的附近，就走路一下子，然后非常便宜，一晚只要600，加税金大概700吧，所以两个晚上1400。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新的饭店，所以都还没有任何评价，所以我就订了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外面是这样子的空间，就很像你住公寓，然后就进来。对，然后一进来的话，的左手边就有那个烘干机跟洗衣机，都是可以使用的，只是你洗衣服要自己带，然后不然就跟他买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那个衣橱，然后空间蛮大的，就是你放行李什么都可以。然后会有就是我就是煮东西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小的厨房，但是他没有付就是要跟他借，跟他说可以跟他借。然后这边有洗烟机什么的，然后有微波炉，对，然后冰箱也蛮大的。所以我觉得商业型办公要在这里住一阵子应该很可以，然后就吹风机一个，耶、yeah ！然后厕所我觉得蛮大，就是很日本的厕所嘛，就是干湿分离，然后有浴缸，然后备品也给的很足，对，备品 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备品也给很足，因为我是订一间房间两个人睡的，那就算两个人费用，可是600真的是可能开幕价非常便宜。然后他灯给非常多，你看，就是给的花样非常多，然后冷气。然后有一个小桌子，电视，这个我还没看。哇，这个是好像可以出去的耶。哦，好像不行，好像锁起来不让人家出去，很怕危险吧 ？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床的软硬度，我觉得还行啦。对，这一个晚上600，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真是非常的棒。OK， 就这样，就是我今天 room tour 的介绍。这个地方很方便，就是木质车好像离国际通非常近，就是走路一下国际通就到了，然后离车站也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不过因为它是好像是一个新饭店，我看下面花圈都还在，就是它的服务人员是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英文，它就是日文，但它很耐心的用 Google 翻译了就是条款的每一句话，对，所以就是很亲切。然后但它这边的钥匙啊是这种开大门跟开你房间钥匙都是这种，所以不是感应式的，所以就会如果你容易出去用丢人就会比较危险一点。对，就这样，那我就要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出去。OK，room tour 的介绍就这样子，拜。
我出门了，然后现在不太冷，所以我就穿了一件 T 恤，然后配了围巾而已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住木质嘛，所以离国际通很近，我打算走过过去，大概6分钟就到了，就6分钟吧。对，所以我打算现在去找点东西吃，因为我真的太饿了。所以等一下有吃到什么东西，我再跟你们分享。那如果是逛街的话，我就不拍了，我再拍战利品给你们看，不然我就有点难逛街。对，等等见。皮卡皮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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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卡丘。Palmas arriba, palmas arriba. Squirtle.这个是日本的苦瓜，然后豆腐加火腿，不太苦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那个的话是，就豆腐乳，说是冲绳才有的，这两个都是冲绳才有的，蛮好吃的，就很像小菜类的食物。然后我在一家这样的餐厅，对，很酷，在那个木质公社市场里面。这里是木质站的附近，然后后面那边就是国际通，对。然后我们过马路吧。啊，我觉得突然喉咙很疼。对的，让我等一下休息一下。如果还是没有想要睡或者是什么的话，我再去唐吉诃德。对的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，我觉得蛮美的。对，其实现在没有这么冷，只是因为我感冒的关系，所以觉得很冷。哎，我回来了。然后我刚才去那个 Gaston 买了很多东西，我买了一个这个饺子，但我没有请他帮我加热，因为我微波炉嘛，所以我就想要自己加热这个饺子。它是267，然后呢，买一大瓶水，因为它这里没有附水。对。然后有一个冲绳限定的酒，虽然我感冒了，当然还是很想喝一下。然后老沈每次要吃的那个炸鸡，但我这边买没有辣味的。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，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了。然后说这样可以吃，还是要吃点甜甜的东西吧。这个，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，就是无铁泡的泡面，浓厚豚骨，这感觉好像蛮好吃的，所以我打算吃。对，我等一下会先吃炸鸡。然后我现在在放水，因为我想要泡个澡，就是这样子啦。等等见。哎，我泡好澡了，然后我就是刚买这个拉面，然后我泡了，它是一个浓厚豚骨，然后里面都摆好了，然后有给你一包酱油还是什么的。好像没泡透，它好像泡5分钟，但蛮好吃的，很像真的拉面哦，也很像真的拉面哎，大家可以去买什么无铁泡，那个大概200块吧，真蛮好吃的。然后那个鸡排我已经吃了，然后现在是买这个，就是Lawson的饺子，它就是会再给你一个。酱油跟辣油吧，还行。它那个酱油好像不是酱油，是有点醋味的。如果跟 Seven 一盒比起来，这个比较好吃，就287。这两个蛮好吃的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冲绳限定的南国，不知道什么口味，好，看不懂日文。
干杯。就很像果汁汽水，可是很清爽的那种型。你们要加苹果跟柠檬吧，就这两个，清柠什么之类的，蛮好喝的。好啦，那我要继续吃我的晚餐了，然后等会就要睡觉了，我们明天见吧。明天应该不会跑太多行程，就是看走去哪就去哪吧，就像今天一样有点废，就这样，拜拜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第二天早晨，然后我等等准备去逛街了，给你们看我住离车站有多近。前面那个就是车站，是木质车站，所以我走过来一下就到了。然后旁边就是国际通，这样很近吧？刚好有车经过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去国际通那边吃个早餐，然后再去美术馆，还有去大创，因为我忘记带我的那个充电线了，所以大创那边看一下，然后最后再去唐吉诃德买一下东西，回来放以后。可能就是坡上宫或者是海洋馆之类的，对，就这样，行程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昨天又没有睡饱，但是这个床子我觉得没有到很好睡，是不是？一起搭电梯吧。我刚才去买一杯35的这个咖啡，然后在这里好像蛮有名的，它蛮好喝的，它有一个茶也非常的好喝。对，我在旭桥车站这里买的。然后我现在呢要走路去坡上宫，因为我原本在木质那边的公车跑掉，结果要等30分钟，然后走路好像要再走5分钟，不想不如我就搭电车，然后直接走路。对，看一下。OK， 然后走路到这边，就是到旭桥站以后走路大概只要14分钟，14分钟都在，快20分钟到30分钟都一直在我的合理范围内，而且就是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小房子，想说也可以来这边探探路什么的。对的，然后我还是忘记带那个，自拍棒，就是三轴稳定器。因为这是只带背包嘛，所以托运行李如果带三轴稳定器，我怕很容易被就说，手提行李带三轴稳定器很容易被丢掉，我就没有带了。OK， 那就等等，坡上宫见。你们看海，哇，可以走下去，好棒啊！这就是我以前觉得很日本的样子，就是感觉日剧就会在这种海边，然后。男女主角会在那边诉说心事的样子，很棒。然后前面就是走路就弯下去可以到了，很舒服的。这海真的很美耶，然后很多人就是在这边躺着什么的，而且今天可能不是假日或是观光期吧，就人很少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占据很大的海滩，但你看就有人在那边躺着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
因为这边的海水很清，然后沙也是那种大家很喜欢的那种白沙，然后躺起来不会很刺的那种。对的，我打算去那边坐一下，享受一下。今天第三站了，我来冲绳的历史博物馆，然后加一些美术馆。里面应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拍，但就是在这附近，这也蛮美的。就是我每次旅行都一定要看个展，变成一个习惯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对，等等见。我看完展啦，然后这是它户外的展示空间，它就是一个博物馆加美术馆，有点像故宫加台北市立美术馆这样合在一起。我觉得可以看到蛮多东西，不错。但是就是博物馆部分，如果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这边的人，你有点难感同身受，因为还是在讲岩石啊、他们的历史啊、古代的遗迹啊、青瓷啊这些，你还是可以看，但是就是好像连结感会少一点点。但美术的部分，我觉得倒是少了一些些。然后你们可以买那个 One Passport， 它就可以全部的展都看，是1500日元。以上，结束。我觉得不开车的状况下玩的真的比较有限，然后基本上我景点都快走完了。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没去啦，比如说濑长岛，其实你可以到，然后美国村也是方便到的，但其他地方真的比较远，比如说那个有什么鱼骨立大桥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就是也是可以去，但你坐车，你来回坐车就要花很多时间。但如果你只是想来吃东西、买东西，然后稍微逛逛的话，我觉得不开车也行，就是蛮足够了。我很没创意的又来吃王酱饺子，因为我很想吃，然后刚逛完美术馆出来很饿，这样的话是835。我点一个黑炒饭，然后一个饺子，就这样子。我刚才要去一个展望台看夜景，因为首里城那边就没办法上去了，然后我就边走，就像现在这么暗，然后他就叫我上去一个公园，我真是吓疯。我后来就没有上去，我就是在别人家的露台拍了个照，我就赶快来了，超恐怖的，就像现在这么暗哦，你们没看出就这么暗。我现在在走很大的路回去，我觉得有点吓疯，就是大胆学，今天不大胆。等一下亮一点的时候再见。我活下来了，各位，那边真的太恐怖了。我刚才就是很快的一直走路下来，我现在回到首里站，对，我真的太紧张了，我要去找个厕所，好恐怖哦，我很久没觉得这么恐怖了。哎，我从刚才那个被吓死的夜景回来了，然后我买了几个东西，就是他有写那个冲绳限定，这应该是冲绳限定的，然后这个应该不是，我就买了两罐。然后本来想说不要喝牛奶了，但我还是买了一个这个，对，然后买了一个冲绳味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冰，就是洋芋片，它应该是柠檬的，这边有个柠檬的。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然后它还有这个很可爱，然后我发现这边好像芋头蛮出名的，它也有一个这个红芋，然后它是写冲绳特产新发售，对，可能明天早上再吃吧。
然后我昨天跟日本小哥走路的时候，遇到一家那个串烧，我就很想吃，我刚才就自己再去找了一下，然后它一个是300块，会再帮你稍微加热一下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刚才又整了一下行李，所以我明天就要回去，我今晚上应该也不会去哪边了，对，就国际通我大概逛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就休息，然后吃点东西就回去，对，明天就回家，明天10点就要 check out，所以我还有4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是可以逛一下，然后这里也不能寄放行李，但是车站可以摆，对，然后是4点多的飞机，我再过去就好了。OK， 那喝这个好了，干杯，跟大家说晚安，干杯。现在是晚上的1点。然后我刚才喝了2瓶啤酒，我就觉得没有很想睡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就出来再溜达溜达，然后坦吉科德那些也还可以逛，然后不然等一下就再买几瓶啤酒，或者找个地方喝个啤酒，然后再准备睡觉。对，应该不会很危险啊，对，就是去逛逛街咯。我现在就是我的这一边，我一群屁孩，就是喝醉了，一直在那边乱叫，臭臭，叫屁啊，好吵的，喝醉又赶快回家，我在干什么？怎么等下跑过来打我吧？有没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今天行程就这样了，我已经在外面走了大概40分钟了，然后那群屁孩的声音一样在远处清晰可以听见，他们在呐喊。好了，我要回家睡觉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狼狈的我，你看，等一下这个包就会放进里面那个包，但我要先去逛街，然后就是等一下托运这个包，对，轻轻松松。但我要先找那个车站先寄放行李。对的，然后等一下吃早餐或先去首里城，再看怎样，再见喽。耶、yeah, ！我进来首里城了。我刚才就是太早弯进去一条，可能他们要工作的通道，对，还是有开放的。然后就沿着这边散步，其实蛮壮观的耶。哎呦，对，穿超多，还有人穿短袖。我们要先把外套寄放。对，我们挽手一起走过这条街，这个冬天没有雪，但是有你的笑容和烟，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喜悦，这个冬天没有雪。
喜欢这一种感觉。今晚霓虹不熄灭，你给的祝福好体贴，我又宛在你温暖的世界。